西柚蜜粉饼，对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女生会喜欢，因为它非常的轻巧，方便好携带，而且包装很漂亮。对啊，你就直接放在你的小包包里面都放得下去。它里面有一个很柔软的海绵哦，真好薄哦，很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是矿物的粉末，所以它上去就好像那种棉花般的这种柔软的那种丝柔的感觉。所以服装用这也不会粘，很方便哦。对，而且我们这样上完，它就是有结合这种超吸油，然后耐汗，而且可以达到长效持妆的功能。然后我们直接使用这个吸油面纸来试试看，是已经使用过蜜粉饼的，看我大力压哦，都完全没有，干的对不对？完全吸这一边，没有上过这个蜜粉饼的，你看，好油，看得到吗？好油。